现在正是联营大出的季节，官员高温水火，用传统的方法烧茶，将联营烘做联营干，和这个传统的好滋味，会当一代传一代。联营的三季之到，官员高温水火嘛，要开始闻到烘联营壳啊，这项真高工的工作，高温水火机关已经做几六十年了。虽然时代进步，会当用瓦斯或者是用电力来烘，但是那安尼头一步，联营壳啊烘起来会真歹食。无好食，迄肉袂 Q， 骨袂香，迄拢软软啦，白皮拢软软，迄人拢用过啊啦，迄袂用是，啊无咱嘛是爱用。那时咱敢袂用遐，嘛是会用，但是都无法度，迄袂好食。无食。嗯，袂好食。肉拢干白开吼，拢像迄过几啊冬安尼烂去安尼。啊，咱即摆咱即白起是会幼，安那像有弹性安尼，有丝安尼。烘营营壳啊，爱开真侪时间，三点钟爱变一变，所以一开炉根本就变困。运搬嘛真够工，搁真刁难，好佳在装天车了后，加真省力。咱发泵无烦。现在多方便的，用天车咱流啊，创不烦，安尼家己就在烘。困，咱有啥困？火咧倒要人安怎困？三点钟爱冰一盖，爱吊一盖换头，一直换落，顶头换下头，然后中午换顶头，安直去冰。高雄水会议员表示，早期烘龙眼壳仔是为着度三顿，为着延续这项传统，嘛烦恼这项技术的失传，所以每年到了龙眼季，伊也是拢会招厝边头尾做伙来烘龙眼壳仔，把这个传统的好滋味留落来。大众新闻，张向辉，台湾采访报道。